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计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72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 SSD 73号的 Grindo 还有 Ravage。Grindo 就是冲浪板。我09年入坑的时候呢，在大陆工作，淘宝网上呢都称呼这个人物叫冲浪板。回台湾的时候呢，在网络上绝对是找冲浪板，绝对找到另外一种东西啊。后来在一本反斗城的手册，知道他在台湾叫粉碎者。另外一个 Ravage 就是这个机械狗，他这一次的话呢，没有这个附带那个蝎子。之前同模具的这个黑魔 Breakout 是附蝎子，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要附上机械狗，只因为他们都是第二集登场的人物嘛。其实两者应该是连同台的一个戏份好像都没有。他的一个可动就是四肢的根部，头啊、嘴巴什么都不能动，尾巴也不能动，上面的枪炮也不能动。细节的刻画，我觉得以这么小型的玩具来说，算是可以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配件，可能是它这一款玩具里头最值得去拥有的一款。那这里中间有个洞，你只要把四肢打开之后，这个洞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安插在这个直升机的一样后面的这里，一样是那么巨大的一个空洞啊，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个的话，扣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去找一下这个洞啊，把它给做个简单的安插，那基本上呢，怼一下就能扣上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呢，对这个空洞它几乎没有什么弥补的功能，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之后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厂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做个补强。那这个模具最大的弱点就是这个地方空洞了。那相较于之前的一个 Blackout， 它前方的涂装有一些不一样，窗旁边有黄色的一个边，这里也加了一个涂装，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污垢还是什么来着，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涂装。那初拿到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会这么急着，本来我是跟这个 SS86 的那个三角龙铁渣是一起入的，那我本来想要明天下班再来拍，那我刚打开来玩了一下，我发现还是赶快拍一拍好了，因为它给我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差。这个是先前的这个黑魔啊，它的这个上方这些密合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懒得去做很，我这样讲好了，我这样捏下去，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声音，这个玩具我已经有可能一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去把玩了啊。那么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它整个玩具还是非常紧实的。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 Grindo 的话呢，捏下去声音完全不一样。这个呢，直升机状态下呢，可能各位感觉不到，它变成人形之后啊，我手上这一款可以说是松的一批，非常非常的松弛。那我入的是台湾代理版啊，这个绝对不是盗版或者是厂货什么的，并不是。可是它给我的感觉，人形的时候呢，玩起来的手感非常非常的差。特别我还是先把这个黑魔先练习一下变形之后，再把这个脚给打开，有着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如果你喜欢这个直升机的形象，现在黑魔在网络上还可以买得到，价格不算太离谱。对，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模具，建议你去买黑魔就好。这一款第一本身质量不怎么样，人形很松，再来它的身形比例在搭配上是非常有问题的。那我们呢进入这一款的变形环节，它的变形的话呢，从这个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先回味一下啊，电影第一集里头虽然不是这个人物，但是一样是把螺旋桨先给收起来。上方这个部件的话，可以先稍微的把它给打开，这个部件一样给打开。然后呢，上方的这块部件呢，是一个斜斜一个角度把它给盖上来。这个地方它有特别做出一个缺口啊，我们就先把这个部件呢给放上来。然后整个一个上面的这个盖板的话呢，可以先把它往侧边的话呢翻开到这里。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后方的这个地方呢给做一个简单的解锁，先把脚的话呢给放出来。机械狗的话呢，好像可以完全收纳在后面，不把它拿出来，这样太可怜了啊，还是把它拿出来好了。后方这个它可以拿下来啊，然后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就暂时先不理它了。我们先把最简单的腿给变形完成，腿的话啊不对，先把它翻出来吧啊，这个两侧可以解开，大家给各位看，它在解开，两腿在下面。那么两腿在下面，我们先把这个下半身这个地方给抠出来。它的这一块部件内部是有一个凸，跟里头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的。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呢给放下来啊，就是这个地方，它这里是有一个凸的，它要扣到这个洞。
如果没有扣好的话呢，基本上呢它的一个密合会有出严重的问题。那我们把这个脚的话转到这个前方来，这边也就膝盖嘛，对不对？我们先把脚的话呢给打平，打平之后的话呢，这根部这里有一块部件，把它给这边有一个，这里啊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关节的，小小一个卡扣，把它稍微挑开一下，翻过来，然后的话呢，整个脚底板，这个先推上，整个脚底板拉下来，然后旋转过来，再压回去。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这一侧翻出来，然后整个脚底板拉出来，做一个大旋转，到后面扣上。这个部件的话呢，暂时到这里。两条腿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啊。那么完成了脚之后的话呢，我们试着把这个部件给往上扣好了。但是呢，那个卡扣呢没有出现。那个卡扣怎么让它出现呢？是把上面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呢由下往上推，这个地方轮子这个部件往上推，会连带连头一起推出来。看起来有点意思啊，它是一个升降的一个结构推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往下折下去，折下去之后呢把这个部件往上翻，哎，这个结构卡扣就出来了。我们呢就把它给做个简单的一个扣上，然后呢这个扣上的感觉呢，如果你拥有这个黑膜的话呢，你就会强烈的感觉到这个几乎是卡不住，非常的松，几乎真的是卡不住啊，非常让人失望。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手臂好了啊，手臂是这个样子的，先把这个地方这个卡扣给松开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卡，我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上面这个部件往下或左右折开，反正呢你看到能够折的地方了你就折。微降那个版本的话是做了双动关节，但是呢 Hasbro 的版本呢是没有双动关节的，所以在掰的时候呢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不要有白痕出现。这个地方把它松开之后的话呢，先把它往下放下来，那放下来之后啊，就可以开始做这里的组合。你可以留意一下，这里有个缝，那这边有个凸，那具体怎么做呢？你就想办法呢把它给包过去。怎么个包覆法呢？这个部件推过去，然后这个部件也推过来，你靠近我，我靠近你啊，我们在另外一端汇合，就是这种概念啊。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你摸一下你就可以感觉到，然后就把它给扣上去。这个胳膊的话呢就算 OK 了啊，旋转一下。这里的二头肌呢，可能是我整个把玩里头觉得呢唯一胜过黑膜的啊。这个二头肌呢感觉比较松，就比较好转，我那一款黑膜这个二头肌到今天还是非常的紧。然后我有个东西忘记了，手忘了翻出来啊，这个手忘了翻出来，好，在这里再把它扣回去啊，哈哈。然后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这个骨器啊你是可以这个时候呢就把它给扣上去，那扣在左手右手随便你啊，到这边。那另外手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呢可以先把这个手啊从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这个卡扣这里把它给松开来，松开之后放开整个手臂啊，把它往下放，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就往那边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刚重复这个部件，这里跟这个缝跟这个凸要结合，那我们就翻到都翻到另外一面去，在另外一边结合。这个时候呢如果再忘了把手翻出来呢，那真的是笨蛋加三级了啊，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啊，同样的招式不能对圣斗士用两次，就算我是杂兵对不对，我也是为雅典娜奋斗的圣斗士对不对。好，两边扣上，然后你会非常悲催的发现这个卡扣呢，我以我手上这一款卡上去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它有卡住，但是没有那种黑膜那咔一声那种爽快感，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没有，非常非常的脆，不非常非常的松散的感觉，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从画面里头去感受到了。然后背后这个背包的部分，这里有个连接杆，把它整个的往上提上去，这整个往上提上去，提上去，好，提到，我把镜头调高一点好了，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顶，整个提到上面来这里。然后呢这个部件就是垂直，把它垂直打下来，那后面的这个部件把它给保持在上方，这就是做个样子也把它扣下去。然后呢记得把这个翅膀啊，不对，这个螺旋的桨把它给放下来。那后面的话这里啊，这里是这个样子的，它的一个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倒钩的，这个倒钩要扣进后面的这个，这里有个洞要把它给扣进去，以及这个部件双动关节，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上推，推上来之后啊，它这里是有个结合卡扣在这里，勉强把它给放进去。然后后面这个部件是反折进来，应该是先反折进来直接上来到这边扣进去，然后呢最后这个倒钩，这个倒钩啊你看这个形状就知道了，倒钩它这样勾下来，所以你扣的时候要把它往下扣下去，你要解锁的时候由下往上推，
啊，这个倒钩的话呢就可以那样到这边，好，记得把它往下压。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会扣的相对比较紧实一点。那这一款的这个 Gulindo 这个粉碎者，那么大陆呢翻成冲浪版的这个 SSD 73号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Gulindo 的人形状态，它的基本的一个形态还是跟先前的黑魔是一样的，只是在基本的塑胶颜色还有一些细部的涂装上不同，这里有一些脏污的点缀，还有改变最大的是它多了可动手，这个呢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而且呢这个可动手的话呢，大大加强它的一个可玩性，在摆 pose 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加分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这个模具呢让我非常恼火的一个原因了啊。它的话呢非常的松软，身上所有铆钉的这个位置呢都非常的软，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度，这个也是一样非常的松。身上的卡扣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后方是有一个卡扣的，它根本就扣不住，根本就扣不住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卡扣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咬合的力度，这个绝对不是变形到不到位的问题，它根本就卡不住，我完全没有感觉不到它任何一点的摩擦力。还有腰部的这个关节，你只要稍微的去推一下，稍微动一下，你真的你稍微去动一下，你看已经就已经解锁解开了。以及呢这个这个地方手啊，这里也是非常的松弛，只要是这种打着这个铆钉的这种位置啊，里头这里面是一个铆钉，我试着呢把它拆开来看一下，看是不是螺丝，我想把它锁紧一点，但是非常可惜，这里这个铆钉都非常的松，整个玩具就是软松，让人甚至连站立都是有一点问题，它连它的这个接地的这个脚踝这个关节啊，也是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力，我真的是你看它就是它没有很照理说这么大脚板的脚，你看它连站稳啊都是有一定的问题啦。这一款的话你看我们稍微把它往后一点，你看还能够 Michael Jacks 不是 Michael Jacks 是往前，对不对，讲错了，你要稍微往后一点它还能够顶得住啊。这一款黑魔到现在它很多关节都还是很紧，就是这个没有可动手比较可惜而已。那现在我有给大家就介绍过它一个配件包的那个手，当然那配件包的手我觉得没有官方这个好看，这个也比较自然一点的。那主要就是这个做工上面啊，这款的机器人的形态呢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很难以忍受了啊。尽管它的配色你后面这个倒钩也是一样啊，就是你要把它扣紧的话呢，我觉得它是各方面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残次品的一个感觉，虽然我觉得它的基本的配色比较深一点可能比较好看，然后有一些多的涂装，我觉得这个都算要算加分啊，可动手也加分很多，但是呢这个各种松弛的一个感觉手感的话呢，除了战士之外吧，它已经很难很难有它的一个推荐的地方。那你战士的话，那你可动手也不是那么需要的，对不对？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吧，它的你以附带的配件来说，这个真的是留给大黄蜂用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啊。个人不是很推荐，应该说非常非常不推荐，或者是说价格很低的时候呢，你再来考虑入这一款好了啊。比例的话呢也不对啊，先前的这个 SS 自己还主打什么比例啊，什么这个 OP 这个11公尺跟 8.5 公尺还勉强配得上，古灵斗应该是16公尺高啊。如果你要用16公尺高，你可能要拿出以前的这个第三级的时候的这种指挥官级的玩具来比的话，可能还差不多啊，反正就是比例上它也是失调的。好吧，那这一集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个人很不推荐啊，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